大家好，我是达，我是康康，我们是达康的康康。大家应该都有发高烧的经验过吧？有啊，一定有啊。哦，有。我跟大家说，我有一次真的烧的蛮严重，我烧到四十，不是现在啊，不是现在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说我有一次，我有一次烧到四十几度，讲段子的时候吗？什么样艺人魂啊我！那种情况下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了。哦，那时候我整个人进入弥留状态。弥猴？弥留状态啊，烧到变弥猴状态又怎样？脑子烧坏是不是？啊，弥留，弥留，弥留状态啊。然后我大半夜啊，意识不清，被送到医院去。哎呦喂啊！那兽医怎么说啊？瞧不起我是不是？人的医院好吗？哦，人的。我那时候烧了两天，我烧才退。哎呦，看到了吗？啊，看医生吗？有啊。死神啊。没有，没有看到死神。哇，太可惜了啦，太可惜了。你在诅咒我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啊，人哦，鬼门关前走一遭那种东西，一定要把握机会看一下。真的，我那时候没有那么严重，好不好？啊，而且这东西不是要看就看得到了吧？看得到啊，通常很恐怖嘛。啊，站在病床旁边有没有？啊，然后提了一个水果礼盒啊。不是来看病人好不好？一般都拿大镰刀吧。对对对，拿镰刀削水果嘛。我看过，我看过，我知道。没有那么贴心好吗？一般都是很恐怖的，然后穿着一个黑色大斗篷，拿一把大镰刀站在床边这样。哦，那欧美服务处。我知道，啊，还有分服务处哦。有啊，三重那边是拿开山刀的，在地特色。有有有，还有拿指甲刀的，还有拿指甲刀。指甲刀一点威胁性都没有啊。美容院里面的死神都这样。好，没有那种东西好不好？为什么要剪指甲剪那么阴森啊？很恐怖。我跟你讲，现实当中不存在死神这种东西。等一下，你没有看过死神？我没有。等一下，哎，这家伙没有看过死神，这家伙没有看过死神，为什么这种嘲笑语气？大家都没有看过吧？等一下，你之前快要死掉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过？我之前才没有快要死掉哎。你真的是被保护得很好哎，你才被保护得多不好吧？你知道吗？我跟他已经熟到见面已经没什么感觉了。你过去经历了些什么？我小时候我还记得哦，我第一次哦，小时候遇到他，就是我骑脚踏车第一次会骑，然后骑在我们家那附近的田边，有没有？然后跌到田里面去，然后一醒来就很暗，很恐怖了。然后我就听到沙，沙，有东西要来了，有脚踩到草的声音，然后就自己吓自己啊，搞什么？没有没有，然后就有一个黑影哗哗哗朝我跑过来。哦，真的有东西过来，然后就沙沙。炸炸，那是人家除草而已好不好？人家拿镰刀在除草吧。然后他一看到我就说炸大啦，超恐怖。那是人家邻居务农的阿伯吧？死神啊，不不阿伯啊，死神啊，阿伯啊，没有，他就一把抓着我的手说，跟我回家吧。人家还没有这样，在幻想而已吧。我想说，哇，这是死神的考验吗？我一定要挣脱开来，挣脱开来，我挣脱开来，然后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然后就失去意识了。哦，那醒来之后呢？我就在邻居的笼舍里面啊。那就邻居务农的阿贝啊，死神呐，阿贝啊，死神呐，阿贝啦，死神呐，你刚才干嘛？吐包子哦。死神吗？凭什么你还没有死，死神会出现在你旁边？哦，你把我的心跳跟别人的搞错了。不能这样吧，死神，不能这样吧，这很严重吧。好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没问题，拜拜拜拜。啊？什么？这多依依不舍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哦，他要我转告你啊，我不想知道死神跟我说什么。他觉得你很好笑啊！哦，谢谢他。欸，他说谢谢你。还在啊？他还没走他。拜拜！哎，那个水果礼盒拿走，我不用。还真有带水果礼盒吗？没关系啦，不用了。我们什么交情呢？你不要这样。还没走啊？不要，还给你啊！拿回去啊，没有关系啊。你是有多好？这两包米还有这只鸡都拿回去好不好？不要拿那么多。他这是务农阿伯是不是啊？下次啦，好了，拜拜啦，拜拜拜拜。太悠哉了吧？有中死神吗？没有，他最近都在放无薪假，你知道医疗太发达啊，他都快失业了，很可怜啊。你同情错人了吧？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件好事，哎，不一定啊。像你这种没有经历过死神考验的人，你以后遇到的时候，你不一定逃得掉啊，对不对？我吗？对啊，就像什么，你这种考生没有做过考古题，你一定落榜的啊。这是什么新形态诅咒人方式？所以我们平常就要逼自己模拟考，大家知道吗？有人会这样对自己吗？模拟考这个，你现在死一下，怎么死一下？我现在怎么死啊？凭什么出来啊？我还没死吧？成功验答，还没有成功验答，陈验答而已啊，我还没死，又回去啊。你有胃食道逆流吧？有啊，又怎么样？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没有机会好不好？胃食道逆流不会死啊。那这个油性肤质也是不乐观啊，更不会好不好？医疗观念有多差啊？我们一丝一毫的希望都不可以放弃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啊！我跟你目标完全相反。五、四、三，那倒数我生命好不好？我不会因为这种小病死掉啊。便秘好不好？便秘都不会啦，烦死了！烦死的也是不容易啊！我会真的烦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一般在床上幸福老死好吗？哔哔哔！
Nice to meet you, 陈彦达。讲英文吗？我们是国际组织死神联合耶路斯苦。这日本暴走族吧 ？Nice call me，很好的吐槽。你还真了解我、啊。你通过了。那通过嘛？这考验太简单了吧？哎、欸，你蛮有潜力的，你蛮有潜力的。我吗？对，我们试试看哪一点好不好？哪一点？还来啊？空中，我被倒车撞死了我！居然敢在停车格睡午觉啊！我白痴吗？我在停车格睡午觉。香哦，来了吗？我有一把黑色的镰刀啊，好可怕！香，还有一把白色的镰刀。不，这金斧头和银斧头故事吗？他们有一天在独木桥上面相遇了。跟黑羊与白羊故事吧，转得有够硬的。还有我手上这一把沾满血的镰刀，恼羞成怒了吗？你猜猜看，哪一把是我等一下要拿来削水果的？谁知道啊？妈妈答错了，一定要回答嘛。好，黑色的。叮咚叮咚，答错了，还答错，音效不奇怪，白色的。哒啦哒啦哒，答错了，音效系统修一下你。是这一把血色的镰刀，拿沾血镰刀削水果太不卫生了吧？火龙果赛克，跟削火龙果关系？解释啦。这种考验谁会通过啊？怎么 level 47你就不行了？为什么一下子提升那么多 level 啊？应该给我 level 2就好了吧？好，哔哔哔哔哔，不要跑那么近，吵死啊！吵死的也是不容易啊！我是被吵死就对了。我要来了，要来了！我手上这把镰刀就是你生命的终点啊！等我把它磨到最利的时候，就是你的尽头了。我要死了吗？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你爱的人说吗？帮我跟我家人和朋友说我爱他们，他们死的时候我一定转达、啊。太晚了吧？你应该早一点讲吧。毕竟我是死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嘛。可恶啊！要来了吗？哦，那削到手，削到手，越来越锋利了。你在逞强吧你？要来了吗？你要磨多久啊你？又削到手了。小心一点吧你，看来是够锋利了，铿锵啦！你没有用到镰刀，你要镰刀啊你？那为什么我没有用镰刀呢？谁知道啊？那为什么没有用镰刀呢？牙齿考验嘛，因为你要拿来削水果。爸爸，因为太利了，人家会害怕。你不要磨那么利啊，白痴！为什么这考验都这么奇怪啊？奇怪，哎，是不是因为题目太简单，然后你没什么实感啊？怎么那么弱？什么叫实感？持续的快感啊？没有这种东西啊！还是我们直接 level 99啊？太高了一点点嘛，对不对？ level 99内容是什么？哦，就是你落难，然后飘到海上面，然后飘了两个多月都没有水喝，然后终于飘到一个无人岛，然后渴死了。无人岛那部分太多余了，飘在海上就可以渴死了。啊，对，那是 level 98，分的好细节，好想知道你的清单内容长什么样子。level 99，哗嗒，直接开始啊，哗嗒。我哇他渴死了！哇哈哈哈哈！你这个演技是在侮辱死神吗？我就快死了，好不好？就快死了！这是蛮认真的哦，很可怕哦！啊！擦什么防晒乳啊？死神怕太阳是不是啊？有够开心！你是在执行任务还是在度假的？啊！铺浴巾在地上，干嘛？不用帮我擦啦，我快死了，我不需要防晒乳了，还玩水啊你？沙子好烫，好烫。玩沙子，随便在玩沙子啊？你不烫，没有烫，干嘛？枪啦，自由女神像，有够强啊，做了一个沙雕啊。胸部的部分，我脸才不是胸部的部分好不好？烦不烦啊？我要执行你的考验啊。干嘛？拿浴巾干嘛？那你的斗篷啊？所以刚讲都裸体是不是啊？我刚看的什么？哦，来了吗 ？SOS help， 求救啊 ！help， 死神也落难的意思吗？你赶快执行考验好不好？你快死了吧！我快死了，很可怕。等等我！干嘛？快快修爆！椰子啊！快点，快点！你要削椰子给我喝吗？哦，这么好心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椰子是蛮难削的。快点，不用勉强，没关系，不用勉强。我只比我更像落难的人啊！好，不用勉强嘛，没关系啊。为什么削半天都削不开啊？对，不用勉强嘛，你。为什么削半天都削不开啊？是啊，这考验吗？为什么削半天都削不开啊？因为椰子要从头开始削。爸爸，因为它叫半天水。无聊死啊！有够无聊，让我死算了。我从你头开始削吧。这么残忍吗？下，不要剃我头发，你不要剃我头发。啊，很快就削完了。还不烦啊？你在耍我吧？
刚刚是在耍我吧？我跟你讲，你有意识体质啊！什么意识体质啊？你有意识体质。好，换你死，我考验你看看。嗯，不自量力，不自量力，骗你，先给我死。Level 问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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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难度未知啊！你试试二三啊。哦、17, 对乐透吗？三五啊！天哪！哦，中乐透兴奋死了，中了200块，200块而已，统一发票啊！等一下，1999年7月，错过太久了吧？这样就死了吗？哥哥，好离奇啊！这，为财而死的人啊，后悔了吧？你以为会有考验吗？没有啊，去死吧！为什么会有另一个更高的死神啊？这个人我跟了很久了，抢生意吗？他每次死的时候都是指名我，你这个实习生。他到底死几次啊？而且讲这理发师是不是还要指名的、啊？你知道他的姓名吗？知道，何瑞康。爸爸，他的真名是何瑞康斯坦丁爱新觉罗夫斯基啊。混了多少血统啊？那你知道他的身高吗？188.8。爸爸，190。什么时候长高1.2公分的？四舍五入。那不算吧？这不算吧？那你知道他此生最邪恶的秘密吗？哦，有这种秘密吗？讲来听听啊。他偷了别人的爱、心塞，明明就更邪恶了。你给我讲实话哦，你。那你知道他这一生最爱的人是谁吗？他的家人吗？爸爸，是他一生最好的搭档。这么感人吗？我本人，不好意思。你才不算他的搭档吧？他说我比你好笑，我一定要杀他！你不要阻止我，我要杀他！那你知道他这一生最讨厌的人是谁了吧？该不会是陈彦达吧？叮当叮当，答对了，一点都开心不起来。答错了，少来啊！一下透露你的心声了吧？是那个偷了他偷了爱心伞的那个人？绝对不是吧？那你根本没有资格带他走。等一下，凭什么死神考验死神啊？人我就带走啦！为什么带走我啊？凭什么？走开啊！很凶！哎呦，你的镰刀很锋利嘛，知道厉害了吧？居然把我的甘蔗切得这么的平整啊！为什么死神带的是甘蔗啊？我的田改种甘蔗了。你这是邻居务农阿伯是不是啊？谢谢大家。